大家好，我是小草。今天过来给我的小鸡们吃点特别的东西，加个餐。看，小鸡们你争我夺的，都特别爱吃，扔下去就抢光了，一口一个，应该很美味吧？不然怎么抢得那么快？就是这种虫子，早上挖地时挖到的。这个是金龟子的幼虫，叫奇槽，俗称土蚕、鸡婆子。奇槽体型肥大，长得细眼，小黑嘴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食用。奇槽是一种地下害虫，喜欢吃刚播种未出的种子，而且还会咬食根块茎以及幼苗。奇槽喜欢在浇水的湿润土壤产卵，成虫每次可以产100粒卵。这次挖到这么多，也算地里除了遗憾，不然得产好多卵，我的菜就遭殃了。估计小鸡们吃腻了素食，也想来点荤腥开开胃。看，一个个抢得多欢实，听说有地方的人挖到这个土蚕，拿回家用油煎着吃。反正我是不敢吃，就算再美味，看着也怪吓人的。但却是小鸡们的最爱，就属这个大个子麻鸡抢得最多。抢完了，小鸡们还意犹未尽呢，寻思着能不能再来点。没了，下次挖到再给你们吃吧。今天给你们加餐了，明天给我好好下蛋啊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下期再见了。